哈罗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耶！嗨，我们今天要来。哎，对了，悟性，这些武器不是还可以再强化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升级。对，我们要做一些升级后的特效，像靖元他说要把那把攻击提升之类的。你们对啊？你们有找到书吗？要不要来？我没有，我没有书。哎，悟性翻译翻译。我看一下，我看看找我看什么书。我记得那里面有图案。First book, material and you。这个听可龙，如果人掉下去会怎样？会扣血啊，会产生的血。会产生血。真的掉下去了。真的、欸、多了一层我的血。对，欸、小白这个给你。是血。红色的书。有了，而且还是中文版。对，有啊，真的有中文，真的中文。Blue， 我需要更多蓝色水晶球。哎、欸，他上剑士上的好慢哦。对，那些都可以靠升级来提升。那悟性翻译翻译吧。你十字弓加红石可以加快他的拉弓速度。那你的剑矢加地狱石英可以增加伤害值。剑矢加地狱石英？对，地狱石英哦。对，是石英块还是地狱石英啊？都可以。地狱石英块就是你升级的话会就十倍速这样子。我要把我的飞弓拿去升级。啊。啊，我也得来研究研究。对啊，然后你的十字弓本体加青金石是可以加掠夺，掠夺青金石是掠夺，对，青金石就是掠夺或幸运啊，看你的工具取向。如果我要增加它的射速呢？那就是十字弓本体加红石。这个的加法是咋搞的？就把十字弓跟红石放在那个金属的台子里面，然后你十字弓，对，就那个金属台子、啊，这个吗？就那个看起来像铜制脚的那个桌子，铜制脚，对吧、啊？你合成十字弓的那个桌子啊。点选十字弓吗？不用，就是第一个格子就好了。你就把十字弓摆进去，红石也摆进去，然后你应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哦，有哎反应。然后要注意，就是你每一次进行升级都会消耗一个升级插槽，就是它升级插槽是有限的，极速，对，有比较快一点点。对，然后最快是 0.25 秒，就不会再比 0.25 秒更低了。拉弓速度 0.25 啊 ？0.25 是下限，对， 0.25 很快，那几乎都是连射的。哇塞，连射的要用什么材质啊？就是你当时选材质的时候要看它的那个射速就是越小越好。飞镖可以强化哪些？飞镖一样可以用地狱石英强化它的攻击伤害啊。重点，它那个材质我要去拿参考。就是我刚刚给小白那个红色书。哎、欸，白书啊！啊！或者是用 NEI 看也是可以啦。快点啊，白！啊！老人刀。好啦，给你了。降魂宝典耶！对啊，书也是中文版，书可以用合成的，哈、哦！哦，好几倍耶！还有中文版，对啊，不过有中文版，有中文版哦。我猜你是自己是习惯用那个叫什么 NEI 哦，他好几倍耶！我还是还你好了，哦，他很好懂啊。好几百耶！啊，你用 NEI 搜寻那个十字弓的部件，它会详列每一种材质的部件，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看它每一个的数值。可是我不晓得中文，它不知道
有，我真的看了。拉弓速度，我这个拉弓速度是 5.1， 还真的有点久。对，有点久，五秒钟。哦，这 NEI 好多。哦，机眼的拉弓速度，攻击力核心，攻击 6.5 核心。为什么机眼的反而还更慢 ？Slime 有了，血。他比较难两全其美啦，就是有一好没两好。扎好加起好，哎、yeah ，通常就是拉弓速度快的，其他数值一定会比较低一点，例如智商，啊、哦，可怕对不对？智力黑啦，连一史莱姆 2.6 啊，我记得有一个1点多的，嗯。哎、欸，1点多的嘞，有0.9是纸，不过它耐久很低啊。对啊，纸 paper 就是纸的特殊效果是它会多一个插槽，升级插槽。它抓的不好哎、欸。哦。还被小火带观察哎。嗯。我要在我的飞镖上加上活塞。哦，长得好奇怪哦！他就是前面加一个活塞的感觉。对，悟性，悟性。那个史莱姆十字弓那一个是那个材质杂。我刚刚就一直在弄这个啊，他要打那个打到蓝色史莱姆球，蓝色的、哦。对啊，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去找蓝色史莱姆，第二个是种史莱姆树。史莱姆树，对，你可以过来我这边看。我去观摩一下。就是这个方向。史莱姆树，没有错，这边，这个树。哦，这是打一打就会掉，是不是？对。中间的是绿色史莱姆方块啊，上面的树叶打掉有几率会掉蓝色史莱姆球跟树苗。那个蓝色史莱姆球就是种子吗？嗯，没有，那是附加产物。那个就是有时候掉树。你这可以采收了吗？可以啊，它长大就可以采收了。那它的种子长什么样子啊？它没有，它掉种子就是这个啦，这个树苗。哦，这个树苗是去哪里拿的？在那个很高的高空当中，有时候会有浮空的史莱姆岛。对对对，哦，就在里面采收就可以了。对，哦，了解。对吧？哎，悟星，我们家里有没有放竹子啊？啊，才六根哦。Bamboo，那个我们不是有种一大条吗？你去找竹林啊，旧家啊。竹林在远处。我们有传送器可以到竹林。结果我没发现，我已经跑到半路了。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干嘛我走？哦呦，哎、欸，白的田、我们的田好大片哦，好大片！我扩建的那个玉米田。哎、欸，竹林好大片。嘿，哎、欸，它真的变紫竹林了哎、欸，这样强化好累哦。啊。Firing， 好吵哦！叮叮叮叮，干嘛？一直锵锵锵吗？对啊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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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哦，白，你在干嘛？啊，就很吵没，我没什么办法。你在玩铁砧哦。好。可是好像已经到它最高的程度了，它好像它就算很多格，好像也就只有这样，对不对？噔。哎，好了。吴昕，走。啊，你要干嘛？嘿嘿，我有秘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的东西又喷出来了、欸。哎啊，我不知道这行不行哎、欸。那是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哦。是什么、啊？采树叶的。那个，这个叫折扇。哦，一直吹掉树叶嘛。对啊。有吗？你没有捡到吗？我看啊，我有看有掉下来很多啊。我捡到两颗蓝色史莱姆球跟一些树苗。我也捡到两颗。
那我们还要再中吗？再中了，哎、欸，白骨粉，骨粉，为什么骨粉是找我要啊？不是这个神武术不支援骨粉哦，不支援骨粉、啊，那要怎么让它长成长大？我刚刚也有做一个强化水壶，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我牺牲10%的生命吗？哦，为了一个强化水壶。对，而且那个10%生命是永久消失的。哎呦，永久消失。对，所以你现在站的地方都会让它快速长大，是吗？对，我这个水壶有7×7的范围，它们会长得比较快。好了，我要吹了。嗯，讲起来好怪哦。谁呀、啊？我被埋在叶子里面。三八阿花吹喇叭。吹。没事。掉吗？有掉。你是不是想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刚卡在一个吹字上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哆嗦拉西发。有问题。没有啊。这问题可大了。我们说什么？吹、嗯，对，只是它这个中间的树干很难打掉，还要再来吗？还够吗？它那个树苗，它那个树苗会有那个吗？就是，打那个叶子会掉下来吗？会。对啊，我刚掉了一，我身上就有10个了。如果它都不会掉，我们不是每次都要去空中？如果运气真的很差的话，运气真的有那么差？运气很差的时候。對啊、不会啦，还好啊。你是要做什么部件需要用到史莱姆球？十字弓。十字弓的哪个部件啊？因为要看要多少量。我要重做一把十字弓。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把拉弓拉太慢了，我就早要被打死了。我现在发现麦吉有挖一个很大的地方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后面玩那个巫师模组的。那我们起码要28个蓝色史莱姆球，我身上有12个，28个，对我这边有十，我这边有6个。公猫也有个，我吹了、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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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悟性有的这个很方便呢，吹树叶，好多、哦，丰收。哎呀！真是三八，三八，来呀、啊，吹吹吹吹！哎哎哎，悟性啊！哦，好可爱，好多树苗。我要做大铁锤。哦，你要去挖矿？我先。我发现麦吉挖的那个里面啊，它一大堆矿。啊，是？怎么？就是下面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一条？对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就我们刚刚那个史莱姆旁边这边啊，有一个深窟这边。啊，里面哦，这个是我之前挖矿的地方、啊。不是你挖的？对，我已经铺好一条道路、哦、到下面可以鱼骨挖矿。啊，里面东西超多，那个矿都满都在墙壁上。我这边有19个，这样够吗？我这边14个，我不知道14个够不够。应该是。够了吧？你把那个给我，我去合成水晶给你。等一下，再中一波好了。不行，你再中一波。好，怒中一波，怒中一波，再中一波，把它带走。开爆发！啊！浇水。有戏。哦、锤子找到了，应该够了吧？对，现在有41个，应该是至少可以做一个十字弓啊，是吧？够做一个十字弓。你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刚刚也有做了，还在做到一半而已。那你那边够用吗？应该是够吧。等一下试试看配我的剑士。要不然不够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弄啊。史莱姆嘛，史莱姆应该只是做十字弓本体啊，剑士的话用其他的材质做。Yep， 我先到大熔炉那边去。敲。我们地狱石英跟红石应该很多吧？有蛮多的。啊，
如果没有的话，地狱也随处可见。啊，请那个聚宝盆生了很多的地狱石。我现在发现那个熔炉好脏哦，里面一堆的奇怪液体。对，都是一堆奇怪液体。咦，小白的液体。我只有献一点点我的血在里面。咦，没人叫你用，奇怪。干嘛傲娇啊？我没讲什么。傲娇啊？没有啊。你看来会傲娇欸他。小白傲娇了。神经病。欸欸欸，白要中秋了欸。你要干嘛？烤肉了啊。啊，就烤肉啊，不然要干嘛？烤肉，石蟹之秋。我们揪团来去悟星家烤肉，在他房间里面烤，拽啊！然后可以开直播。对，我有烟雾弥漫啊！欸、你要买一台抽油烟机？对呀，会烟雾弥漫。没有啊。我记得有一种人家日本那种用陶土做的那一种不大，然后就一个小小的烤炉，那就是在合适房间室内使用。嗯，你觉得这样会有感觉吗？没有啊，啊，他们日式的，他们那人家那种在室内烤肉，就用那个小陶土炉，有没有？然后放那原子炭，就烤那个小肉串啊。小陶土，然后再放原子弹。没有原子炭，原子炭呐！啊啊啊！哎哎，武器直接把这个熔进去就可以了吗？那个不用熔，那个可以直接用木板合成。哦，对，直接用木板做，没有错。用木板，为什么做出这么多？哎、欸，奇怪，这根是出来细的，有办法熔回去吗？没有用啊。粗的还是细的，细的还是粗的？木板，原来它要粗的木质模板。你说木质模板，然后放在哪里？哎呦，啊，就是你要做那个十字弓的部件，用木质的模板。对，对，然后你做出来了。不，为什么一直在切换？有啊，模板已经拿到了啊。然后你有做出部件了吗？这你说这个吗？用这个桌子做了，就跟你刚刚做石头部件是一样的意思。哦，还要弄出石头的那种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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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模板放左边，史莱姆水晶放右边就做出来了。模板放什么？没有没有东西啊。你要放三个哦，你要看它上面要花多少材料哦。没有，你一次叠三个水晶上去啊。三个叠在一起，没有，有啊有啊，我有看到啊，我这边都没看到哎，你已经拿下来了，等一下一二三，但是我旁边没有东西啊，有啊，不是有一个十那个十字吗？没有，你拿下来看看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哦，它不能合成的样子哎，不会吧？换我放，哎，等一下我可以做哎，为什么你不能做？我可以做。我不能做，怪怪的，还是需要重登一下看看吗？不信啊，这个大阪铸模它需要倒岩起倒材料进去吗？大阪重登一下，这个苦力怕头那东东，苦力怕头它要八个材料啊。哦，八个材料，对，要八个金属锭才行。八个金属锭哦，所以是我的材料太少还不够。对，现在才六个多一点点。哎，悟性，我真的怪怪的，合不出来。你要不要？你刚刚重灯过也不行吗？给你，你合，然后扔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完全不能合，他不让我合。好，然后你还要做什么吗？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我放上去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还要三个史莱姆水晶，还有线，线还没搞。嗯，呼呼，我的大锤！
大锤，大锤，怎么了？万没想到，家里有 TNT 吗？嗯，哎呦，然后火药应该有吧？火药应该一大堆，有很多火药。三球，悟性怎样？够用吗？刚刚缺一颗史莱姆球，我去采一个，然后我把它拿去烧。嗯嗯，好 ，crystal。然后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哦。好 ，OK， 我放上去了。好，这个，哎，有了耶，有耶。哇哦，用一下熔炉，这个年华，哎呦，年年华华的小白，马玉林，你为什么要叫我？你又在想什么啦？啊，你就年华就年华，叫我干嘛？啊，年年华华的啊，年年的 ，and， 啊，他就年年华华的嘛，年年的。等一下，悟性，这个锤子没办法用三个 TNT 强化，哎，为什么？哦 ，TNT 强化那个是 1.8 以后新版才有的啦。啊，那他怎么挖三个的东西？他预测就是三层啊，预测就三层三啊。哦，我来去踹。Slide legs， 你射速好快哦。啊，变很快、哦。可是我敲到只有一格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只有一格？等一下我。对啊。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在你前面。不是那个前面，对，你看哦。泥土只有一格啊，你有挖石头过吗？哦，我来去猜猜看。因为它是挖东西最快是加红石对吧？对。可以，你要挖泥土三乘三的话是拿做大铲子。哦，大铲子。对。哎，我要用红石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，我要摧毁全世界。你要干嘛？挖爆我们家！挖爆！血丝，做一把剪刀。剪刀。2.6。啊，我的炮台。摆好了没啊？还没，它可以重复很多次啊。我在等你。锵锵锵。很吵哦，刚刚就是这样子、啊。哎，悟性，你说强化攻击是什么的？地狱石英。我们有吗？应该9000多个，很多。下贱石英嘛？不是，我是取那么难听的名字啊。就是石英 啊。哦，你这快好了啦，忍耐一下哎、欸。哦，是专业的铸造员，不然可以做另外一格木头的，比较安静吗？比较安静吗？应该说什么？木头的它没有办法做进阶工具，但至少也可以来让你升级强化东西。它会很吵吗？会变成嘘嘘嘘嘘嘘的声音。嘘嘘嘘嘘。哦，有变快的感觉。不然我也把它拿去升级成金属好了。耐久是用什么？你要增加耐久值的话，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加钻石，另外是加绿宝石。哇，好贵啊！对，钻石是加500点耐久，啊，绿宝石是加 50% 的耐久，所以有差。绿宝石加50哦 ，percent， 50%，所以要看说它本身的耐久值是高不高。啊，你还不是这样吵死人了！锵锵锵锵锵锵！升级？怎么会变绿宝石啊？妈的！我嘚，然后两个桌子不要吵。耶、yeah! 哦！哦，这个我把这个拿过来好了。不是有一个东西是消音海绵吗？
哦，对，就是那个，耶，耶，好像安静很多。我们需要消音海绵，是那种。哇，好吵啊！再做一个，我要来去挖宝了。没想到做这么多哦，这个合成台。哦，它可以一直用哦。要看你的升级差槽多不多哦。哇，蛋了，我好像超过了。嗯，你狙狙了吗？哎，楼梯。哇，这东西超方便的。一。红石，我也要加点红石升级。我挖开了，哦，还有20个，只要把它弄到一个极满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刚就用过头变100啊。哦，你红石要快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合成红石钻啊。我用红石钻可以快一点啊，就一次变成9个这样子，9倍速。哦，不早讲。好东西，害我敲好久。刚刚地狱石英，我有说可以用地狱石英钻啊，所以红石钻、青金石钻这些都是同理的。等下是钻，就是直接九个进去这样。对，五个，那五就没办法了，五就一定要那个了。哦，谁？青金石。有了100、啊、然后接下来是下剑石英。你会不会念啊？你国文老师要哭了。干嘛啦？下剑石英、欸，他不能用那个哎、欸。他可以结成块吗？地狱石英四个摆在一起。哦，我以为五，我以为那个八九个。好 ，All right， 哦，给他抢 ，Moss，Push， 妈妈妈妈妈，做到肚子饿喽，耶、yeah. ！哎，好 ，Right， 我们这一集也差不多要在这里结束啦。我们今天也是做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，在一堆锵锵锵的声音当中，我还没好死。对，那我们下一集就继续来做这些模组的进阶研发啊！ Okay. 我用错了，高腰，我用到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。